进行游戏啊，来 ，NONO 开台，到1月17号，快到了，对啊，偷开一下嘛，这个时间就是偷开的时间，17号，幽闭圣地二之后，在。Yes, yes, 开台。开台，好。我从 N 跑到 Y， 没错啊。脚，我剩42个金币啊。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一直跟不上你们话题？安安今天很早开台，对啊，因为没有隐约是在讲他自己的 NONO 的抽奖的东西。哦哦哦，抽奖的东西，对。他只是把他打字出来的东西念出来而已，所以你才会听。想说刚刚第一游戏好不容易跟上了，突然又说什么金币不够多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在讲他自己的东西。哎，第四大关了，我们算是第三关。哎呦，我们第三关有打完吗？上次第三大关，哎，好像没有哎，哦没有啦，第三大关我们还没开始啊。就是打第二大关而已。嗯，这样好，来来吧，第三大关的第一关难度嘞？难度三颗，先三颗，不行再降回零颗。嗯，好，不用怕，有我在。好，我已经忘记怎么玩了。啊，最后一次执行2016年嘞、欸。2016年？对啊。嗯，3-4年前哦。嗯。对，今天比较早开一点，晚上有事情。列车站，打呀！哎，要去哪边选角色？进去才能选吗？进去。哦。我记得我是选妹子。这把枪不好用，我还是喜欢用这把枪。哎、欸，哦，第五只角色是谁啊？哦。地雷供应塔，这一关我有印象，超麻烦，它路线超复杂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你这一关反而有印象，然后前面几关没印象？不知道，太神奇了。这关超麻烦的、哦，我有印象，等下灵敏度调一下。而且这一关会掉下去，或者那个缝不能掉下去。灵敏度对付弱小敌人。改造会大幅增加攻击范围，但是会降低速度。哦，这里 NPC 蛮多的。嗯，这个好了。好。为什么卡了？我接受。哎呦，这关是不是有摔下去过、啊？为什么我卡住了？你卡住了？我的游戏跳掉了。啊？那刚游戏突然卡住。哎、欸，那你看能不能连进来？不能连进来，我们就重来，反正刚开始。嗯。偷偷看台，欢迎欢迎，来看来看。你要什么？谁死掉了？应该是我吧。死掉了。我活得好好的。对，我看到团团尸体了。对啊。人工呼吸，人工呼吸啊啊！哇，想看，想看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不行哎、欸，不行，不行哦，不行，在哪里？不行，进不去，不能救不起来。好，重来。那就，哎、欸，对啊，我邀请玩家看，再一次。嗯，邀请玩家。哦，他一直说主机失去连线。哎，好吧，重新开始不行。OK。哇哦！啊，重新开始变得直接重来，重新进地图。等一下，那我重开。要整重开了。嗯。我亲自玩的。在里面也跳出来吗？有啊，我跳到选单那边了。好、哦哦，他为什么不让我连你那边啊？再重开一次。神秘。咦，我的 Steam 是上线的、啊、，Steam 是有上线的、啊。对啊，其他人都连可以正常啊。嗯，不知道什么团团连不进来。为什么？耶，五段了。断，没有没有在打斗技，绝对没有，
就是有了啦。我加斗技不是到一点而已吗？那他最后一场，我还没按确定。哦，我老进来了。没有叫你跳。再来一次列车站。列车站。对啊，现在开，下午晚上有事情，晚上要帮人家跑 DRPG。晚上有谁跟你啊？你帮谁跑？帮酱油、泱泱跟 Bobo 啦。啊、哦、啊，应该是不会开台，因为这个最怕爆雷。对，嗯，因为很有一些北吧会爆雷，就是你们。有些虽然大多数都是好人。嗯。命中三，每命中三发有一发可以，这个好像不错。啊！减缓速度，靠近你的敌人。哇，这样子我打到了也可以减缓，靠近也减缓，就减缓快50%速度嘞。这个会叠加吧？哦、不知道、欸、怎么绕啊？嗯，这个它路都已经固定好了，我们只是放炮台而已、哦。嗯，好，就这样。核心穿刀的攻击是这一把。那怎么放呢？所以团团之前玩过这个、喔，有造型哎、欸。啊，之前有跟你们玩过啊。哎、欸，这样子啊。卡住了，我要自杀。电击。哦。ESC 那边可以自杀。嗯，我自杀了。你自杀了。我在哪里？哎、欸，在这里。这边有几个地方了。哇，好吧，接受。哇，我随便盖。我没有东西可以盖，我只能盖炮塔。那我盖小蜜蜂好了。17号离开哦，就都离开啦。你看到的麦块几乎都离开，除了小雨。嗯，好，你喜欢這樣最快了。你喜欢的麦块实况组都要离开了。哎、欸，除了小雨啦，除了小雨，小雨会在，小雨会在，小雨会留下继续陪著你。哎、欸，我要怎么把对给你啊？物资就是点着左键右键吧。点着那个人，点着那个人啊。哦，好。对。我要盖，会把炮台投资在这，会不会太那个？盖这个好，我记得后面会有两条路哦。对，盖这里好，盖这个。这是什么？然后升级火箭塔哦，火箭塔范围蛮广的。嗯，就射一发的那一种吗？它可以射好几发，它可以射好几发，那就升级这个啦。TRPG 哦，可是这一次他们跑 PRPG， 你要看他们会不会放记录档啊？对啊，因为我是没有跟着玩啊、嗯，因为这一次他们跑的本我们已经玩过了，对，所以要看他们喽。最知名的那种，嗯，对啊，对啊，他们是要跑有毒的汤啦。干嘛给我资源？然后给我资源点那个是25的啦。好，我帮你跳，我前面跳来跳去。我想说你干嘛给我资源？然后你跳过去了，好，又点下去，你跑回来。我又往后退两步，我又回来了，我又进去了。然后第一次怎么 ready？ 怎么 ready？ 按 enter， 然后按换武器按一。子弹射完直接换武器比较快。人啊！我、哦、还没一直打他，都送到速度很慢。哦，又是那个会击退人的。哦，这个很麻烦、欸。真的。不要！打宝推进去了，我下去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呀，我快死了！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剩下你们两个喽，加油！好，打。真的忘了怎么玩了。好，有另一条路线，我来去看另一条路线在哪。另一条路线的，我是什么颜色啊？我是橘紫色。哦，还有三条哎、欸，三条。哦。可是我现在没有那个放炮台的。三条放在这里好了。没有啦，两条，然后其实中间有一个岔路，直接接了。哦，两条看到。他们会汇流起来。都给你，居然送给我，所以还是在这里。放在这里。然后放这个。没有塔了，就还是四个塔而已。这边还有塔啦，这里我这边还有一个、哦，你要拿可以拿走，因为我不知道放哪。我放个征服在这里好了。哎呦，这个好，看一下，那我生这个好了，生小蜜蜂。
这里是放一只小蜜蜂，我是放这个嘞。好了，征服他。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Ready。炸死！我走下面这一边好了。等等，我就要抵这个。啊，你在哪？嗯，前面。那个绿、哦哦、绿色指标。小左想加我？来。Enter。我在这里。我守下面门。这还没升完。我守上面门。升不完。哇，差一点。哎呦。哈。啊！不要揍我！一次输了有点多、哦。真的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呦 ！NPC， 加油啊！打多一点。哦，不要！哦，开始悄悄了。哎、欸，怎么这边有人？不重用啊，直接死光啊！啊！为什么打我？我死了。天上的，天上的。啊！我掉下去，拜拜！你们加油！哎、欸，你们全部怎么掉下去了？啊，因为后面没有，我没有发现他没炸来。黄金进在那个下面给你哦，我打上面的。好，核心了，核心快到了，核心快到了，重生了。好了好了，我看到我看到我来帮忙了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次没有强化，所以可以直接重生了。对。哎、欸，哦，我没看到是不是。我想说，我怎么可以直接重生？我也可以直接重生。好吧，难度最简单。嗯。哎呀，难度最简单，他们都可以破来到这边了。难一点，我们可能就受不了了。对吧、啊？可以，我们是游戏实况组呢。没有，遊戲組不代表比较强啊。上力，上力，上力。还有什么可以升啊？我要把后面这里放嘛，感觉这里关键的位置，我放在这里。喷醉给把门。这塔防超赞，塔防很赞，很好玩。我用给爸本很赞，给爸本很赞，好吃。二姐，二姐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是带那个啦，踩怪会比较痛的啦。哦，那就去一直跳啊。所以我死了。欸、反正你还有塔吗？有，怎么给你？你按我右键吧。我、哦、是右键哦 ，A D D。在你旁边。有了有了。碰自己给爸本。超频，我现在东西都可以超频哦。对啊，超频，挂台怎么有了？哎、欸，你考试要迟到了、欸，小姐。差五，哇，谁考试要迟到了？因为这边差五，哪里？哪一个？绿色、這個、吗？绿色，这个这边、哦、这个哦，好，压他，压他，哦，可恶，压到压到压到，他记忆滴血，打他。Enter， 走啦 ！Enter， 来了。这时间大家都在上课，正常。是我们还不正常。啊、我们这个时候开台。我这时候开台，大家都没时间看。对吧？晚上有事儿。这个时候来参加抽奖，中奖几率超高，还不赶快来一波？哎呦，啊哦！我怎么想说我在下面等人，怎么都没有人？我被咬死了！哦，不要！我要记得我不要再乱退后了。哦，跳上去！重生了吗？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啊！我被打死了！我已经站在上面了，你们还一直过来哦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有好几只走过去了。有啊，我们这边后面一大堆。我想迷失方向了。小地图，小地图。啊啊！要打核心。我带那个打被核心被打会把他们震开。我几只狗狗在核心，又震了。这里。核心附近不知道可不可以盖塔、欸，不行，附近盖好了。他好像有一个可以盖、啊，有一个小角落可以啦。嗯。核心血量还有三千啊，打掉三分之四分之一了。哇，
亏耶，这一次。是不是还有啊？剩一只，剩一只。你一只还在慢慢绕。我好奇你那只新角色是什么、欸？男生？好玩吗？你是说黑衣服那个吗？对啊，我以前玩没有那个。哦，他那个十字弓还蛮痛，可是他很慢，就单体啊。对啊，很慢。嗯，我这里也放一个火箭塔好了。这么快还要寒假了？好快哦。那我在这里放，因为火箭塔几乎把这里都包起来了。嗯啊。放个雷射，好的，雷射，我可以强化他，我强化他，那我强化他，还不够，得了 ，Enter， 哎呦 ，Enter，